给叔叔吃早餐啦，给蛋蛋拆一个新饭盆，噔噔噔噔，给蛋蛋买了薯粮，是一个三角粮的分装，赠给我的一些小零食，谢谢。超级大的胡萝卜的磨牙饼饼，烘干好的椰蓉，来一波收纳吧。有请我们的蛋女士，有一个包包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可能会带她去医院去检查一下。小蛋，哎，布格斯三角粮，撒出去这几个零食都给她，也不知道我们蛋蛋喜不喜欢。撒盐，大家要记得按时吃早饭哦。今天也是活力满满的一天，坚持住，还有两天就周末啦。